新北捷运公司办理好邻好里参与式预算，一共募得15件提案，经过了初选，有6件进入最后的决选。从即日起，透过 iVoting 网络投票，将选出特优提案，欢迎民众上网票选。新北捷运公司自7月份推出好邻好里参与式预算活动以来，希望募集沿线居民对于安坑轻轨的创意想法，以符合 SDGs 环境永续指标精神为目标，以安坑轻轨周边的软硬体为主。在多场说明会后，征件数量已募得15件，经过初选小组评选后，选出了6组进入复选，包括来去小城森友会、繁星起义、光耀安坑、乘轻轨由安康共同打造健康社区、景文科大站公厕结合周边生态导览标示牌、 Y8K9 14张历史人文意象、安坑采风轻轨行，内容涵盖了在地文化、林木生态、历史人文、观光串联等等，相当多元。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参与 iVoting 的资格为15岁以上涉及新北市民都可以参与，每位市民只可以投票一次，每人可以投2票，分数占比由专家委员评分，占比60%。iVoting 的网络票选占比40%，加总后由评审委员决议特优及优选奖项，特优提案由专家团队审议后续执行工作，而优选的提案则交由政府相关局处讨论接续落实的工作。iVoting 投票的时间从即日起到11月2号的下午2点，而各项优胜名额如果没有符合征件精神，得以缺额办理。欢迎民众前往新北市政府 iVoting 网站进行投票。记者杨邦友、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。